我看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她真漂亮，比我梦里看见的还要漂亮。那可是与大堡礁齐名的最佳景观，当然赏心悦目。无数人为了他顶着一股热风，从爱丽丝泉专门乘着巴士来这遭罪。哼，但我不能否认，他确实值得人们来这儿受点苦。到了中午，这里会变得更热。艾索准备的医药包中有足量的降温口服片和饮用水，如果不幸中暑，我们还有虎皮鹦鹉羽套做应急手段。艾索尔出发之前叫你去那个房间，就是为了交代这些。艾索尔很担心你，还有我们。这下有人开始为自己说的话后悔了。实话说，那个人类小姑娘绝非坏心，只是说话做事过于直白。但那份饱满的付出心理，说是天使也不算过分。而且她也的确长得就像个小天使，如果带上她一起去拍亲子广告，或许会赚得不少。没错，我回去就问问她愿不愿意挣外快。向前走。啊，他又说话了。什么？什么东西说话了？是火苗啊，火苗说话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在我听来，这团火和昨天没什么差别，它只是燃烧，然后像我死去的老爸活着时那样打鼾。当然，如果你关掉他的电视，他就会立刻跳起来说我还在看呢，也说不定。我没和你开玩笑，他真的说话了，你听。真的，这东西好像真的越来越烫了，它在变形，变得像是一个火箭似的。急切不等人。刘星星，跟上。在沙漠里搞赛跑比赛，没人比你们更富有创造性了。Bertin小姐是在和我说话吗？她似乎总是看着我的方向，难道是已经发现了我正在跟踪？不应该，我隐蔽很好，他们不可能发现我的。情绪动荡，冲动，对新复苏的记忆具有皈依狂热心理，还有迫切的、难以阻挡的、想要返回故土的情绪特征，这些都与研究笔记中的内容一一对应。
而现在至关重要的火团显现出强烈的活性。嗯，没有了。关于轮回者的研究止步于此，这之后对我们来说的只有未知。没有数据支撑，我无法做出更多推断，但未知是最危险也最新奇的东西，它可能诞生大灾难，也可能孕育奇迹。正如神秘学家一样，富有魅力而且充满生命力，而我要做的事就是帮助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好不让这些着手的火焰熄灭。正如妈妈说的一样，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使命。环形跳蛙君，仙女环粉末，蝶状大飞菇，很好，都很齐全。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应对危险的准备。旅途的起点？不，我们的起点是墨尔本，我们是从那儿出发的。这是乌鲁鲁的脚下，这几乎是我们的终。哦，天哪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这些是壁画。不，这些是壁雕，所有痕迹都是镌刻而成的。它们比壁画的历史更为古老，也更为粗糙。那是当然的了，我们捉起画笔古到颜料是什么时候，用石头在墙壁上涂涂画画又是什么时候。唉，它们真漂亮，就像是星星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圆圈套在一起。我想我见过这些东西，他们让我感觉很熟悉，还让我感到口渴。你们看，这个圈就像是一个泉眼。我们不需要找泉眼，我们有水，你可以尽管去喝。嗯，你们瞧，这些八成是远古的遗迹。这里刻着动物，这里又刻着植物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小鸟吗？这和它们的生活有关。这些标记一定代表着什么？也许我们能通过它们找到乌鲁鲁运动场的入口。这时候，可燃点的意见可比我们重要多了。来吧，我的钥匙姑娘，来看看这个。可燃点，他去哪儿了？还有那团火，那团火，他们都不见了。该死，这又是耍什么花样？他最好只是在恶作剧。我刚刚还在我背后听见他的脚步声。别紧张，沙丝绒，我们还有一个帮手。Ezra， 你是什么时候来？不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我们的？很早，我从医院就跟着你们了。抱歉，艾斯隆小姐，请让我先看看这个。
这个味道不会有错，这就是恶魔刺脚菌。那是什么？和可燃点的失踪有关系吗？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罕见菌种，据说与蜥蜴有着血缘关系。我过去只在书本里见过它的照片。菌伞宽阔，带有尖刺，而根部如同海绵，能够保存与吸取地下水分。这种蘑菇往往只出现在水源附近，加上这个螺旋形态的图案，我想我或许有办法找到可燃点小姐。请跟我来。我穿越漫长的河水、干涸、雨季、雨如瀑的水滴，这才来到你身边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，但不，我不记得。我不记得你的名字，不记得你的脸，但我记得，你还记得你如何与我争吵吗？的感受作为锚点，于漫长的网络中探寻。寻着我，寻着往日，寻着我们需要寻着的灵智与精神。我不愿再与你和好了，你是一团愚笨的火焰。我也不想再和你说话，你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姑娘。我感到双手滚烫，如同探入炉火。那是你探入我，你与我争吵，我们互相抓挠对方，像是两只猫儿。啊，这正如同我第一次见到你那天。我又感到我的双膝颤颤，咯咯作响。我知道那是什么，那是一种小把戏，一种无法登入商业比赛，也不能作为职业运动的项目。那是我每天午后挤出时间偷偷练习的灯泡堆中的光点，马林级的收获。在我的家里从没有那样滚烫的篝火，而是在这里，在泉水旁，在星空下，在炙热的沙地之上，我看见滚烫的火堆与四射的星点。我双手都是滚烫的火焰，一次次抚摸内焰，与无数欢声笑语一起，我从空中俯冲而下。那时候，我们的手
曾在火中交火，我们的行迹曾从一枚火种蔓延到另一枚火种。是的，我明白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也曾在那里饮用泉中的冷水，将七彩色的布条缠满四肢，我歌唱与舞蹈，直至满是皱纹的双手浮上我的额头。嗯，好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你赢得了比赛，你的双手沾满尘土，你的灵魂却闪闪发亮，是你为我们寻得了最灼热的火，与它交好，与它相接。我将授予你权柄，给予你高台。我将成为乌鲁鲁神殿的祭司，我为红土上的每一滴汗水尽责，我颂赞所有伟大而公正的禁忌。我会将这火种保存于我的口中、胃中、心中与肋骨之中，我会守护它，不叫它熄灭，不叫它遗失，不叫它离去。我在此起誓，我将与乌鲁鲁运动会同在，直至永永远远。所知的任何魔晶都不一样，他们到底他们是乌鲁鲁运动场的守卫魔晶，情况复杂，现在没时间和你们解释了，我们得先对付这些家伙。什么呀？来不及了，保护可燃点，进入作战。啊、哦，很好，他们倒下了。为确保安全，请大家暂时后退，确认危险排除后再做靠近。不，这里已经没有危险了，你看。不必忧愁，不必思虑，
现在已经是安全的时候了。我们长话短说吧，朋友们。我已经找回了许多记忆，至少我想起了我的身份。我曾经的名字叫做小火，如同现在我亲近之人所称呼的一样。我还是我，未曾被任何人替代。你还是你，未曾被替代。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轮回者身上都没有出现过的症状。因为我与小伙的相似，也因为我肩负的使命。我是小伙，我用我的双手从火中摘取圣火。我是有史以来第一届乌鲁鲁运动会的践行祭司。我是可燃点，我以我的胸腹部驻留自远古而来的火种。我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新一届乌鲁鲁运动会的进行祭司。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，朋友们？我的火焰会带领我们无往不利。我妈妈说过，好孩子不会说谎，所以我总是说到做到。